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，有一群人比一般人早起，不管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下，他们总是准时出现在马路口，守护着孩子们的安全。他们是导护妈妈和爸爸，谢谢你们全力帮助学校照顾每个角落的学童，让每位学童上下课都有导护职工把关路口安全。我们深深敬佩你们的默默付出，因为有你们的付出更增添了学校温暖的氛围。再次感谢与祝福所有职工伙伴们，谢谢你。